Hey bros， 我班靓啱啱 upgrade 咗 office 嘅 network， feel 到我阵味吗 ？WiFi 六 E 啊，超我哋上星期都 upgrade 咗啦。大佬们，我哋呢边都好快 update 噶啦。咦 ，Ken 哥冇秒回嘅，你间大公司应该带领潮流啊！喂 ，Vanilla Ken 啊，一阵得唔得闲过嚟倾下 ？OK 啊，我同 Danny 阵间两点钟去你 office 啦。好啦，咁下昼见啦。嗱 ，Vanilla Danny， 大家识咗咁耐，有话不妨直说啦。我一个月前已经 order 咗要 upgrade 全公司嘅 WiFi 同埋 network 嘅 security， 我班同行兄弟已经 upgrade 晒，但我作为五百强仲未 upgrade， 你哋有咩建议呢？首先好多谢阿 Ken 你一路咁支持我哋 Aruba 啦，我哋就梗系知道你作为五百强嘅公司，当然要用最新同最 top 嘅 solution。而提到我哋 Aruba 最新嘅 solution 咧，就系我哋只 AP635 啦。我哋 Aruba AP635 系业界入边第一只推出 for WiFi 6E 嘅 AP， 同你哋而家用紧嘅 WiFi 5、WiFi 6。2.4GHz 同 5GHz 是不同的，用 6GHz 可以減少 channel overlapping 和減少這個干擾，代表更快的速度和 low latency。 我聽過 6E 都有挺好的，但現在你貨期又長，價錢又加了，那我怎麼跟我老闆 CEO 交代呢？我都非常理解大家對一個比較長的貨期有不同的concern啦，但因為 material shortage 這個問題就全球都面對著，而我們呢都逐步這樣改善的，例如我們的 Disty 會有 stocking 啦，面對一些 critical 的 case 或者 tender 的 case 呢，我們都會 escalate 給 supply chain team 去盡量 fulfill 大家的 order， 還有好東西是值得大家給一點耐性的嘛。是啊 Ken 哥，今次我們 upgrade 是很全面的，我們 support 的 WiFi 6E 的制式連 off card 都未 ready， 所以 Aruba 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2.4、5、6GHz 三個 channel 都可以同一隻 AP 上面用，加上有兩個 smart rate port power 和 data 都包穩陣。咦，那即是一條線死了一條線可以接回，是不是可以做到熱絲人？對啊 Ken， 你用我們 Aruba 的 product 就知道我們的 product 是沒有 downtime 零死過，那你的 team 都少一點被人 call support 啦。我們最新的 AP built-in support IoT 的元素的，有 Bluetooth、Zigbee、GPS 可以跟你不同的 IoT device 都溝通得到，不需要另外加錢改東西。放心啦 Ken， 我們 Aruba 一向都是 customer first customer last， 你又願意提早跟我們 confirm order， 又有 deployment schedule， 我們會準時送貨給你們的啦。另外你們還可以加上我們 Aruba Central 享受 AIOps 的好處。 Aruba AIOps 究竟有多好啊？簡單來說，就是用 AI 幫你預先解決問題，整個 infrastructure 都是由 AIOps 來做 monitor 的，你可以隨時隨地看到即時的 network performance， 預測到哪些地方需要加強 support， network 有沒有隱疾 AI 都是即時處理，就算問題真的發生了都很短時間解決到個問題，因為有了 report 和 root cause 的分析，加上我們的 switches 和 NAC 可以做到，就是說無論是插線也好， WiFi 的 user 也好，上到來都 control 得到，提升了 network security。咦，咁聽落真係可以加埋上去喎，咁我啲 data 上曬 cloud，security OK 噶啦。呢一方面，阿 Ken 你就唔需要擔心啦。我哋 Aruba 已經有18年經驗，而家無論係香港嘅各個大專院校啦，唔同嘅政府部門，各個大型嘅連鎖 retail， 其實都係我哋嘅客人嚟嘅。佢哋每日都有唔同嘅 data upload 上去，所以阿 Ken 你就唔需要擔心啦。我哋有咁多 reference case support， 你就可以安心去揀 Aruba 去 upgrade 你成個 solution。不如等我再同你 details 傾埋啲細節啦。好啦，算你哋 Aruba 啦。